love you.先跟大家打声招呼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Special。 哇哇，你看讲完 Special 果然就有 Special 的音效，好不好？ Special 一登场，连那边的音控师都吓到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呢 Special 呢算是我们榜上榜的常客，来到我们的 Hido 流行音乐奖，还是要来快问快答一下。没问题， OK 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好，首先第一题，请问一下，今天是参加什么的颁奖典礼？Hido 流行音乐奖的颁奖典礼。答对。成员里面有谁谎报身高？谎报身高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，没有就没有。没有。过关。你觉得自己像是什么食物？我觉得自己像是芋头。你觉得自己像？为什么像芋头？因为我最讨厌吃芋头。所以要跟他对抗就对了。我脑袋只有芋头两个字。你要征服他就对了。没错。好，请问一下，你心目中的女神是谁？我妈妈。太温馨了。好，请问成员里面谁会有起床气而且非常严重？陈翔吧。陈翔，你这个芋头为什么会有起床气？你的芋头，因为你是芋头。为什么？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为什么？他都有起床气吗？因为你好像自己有讲过啦。真的吗？好像自己有讲过，而且我们家跟他常同房这样子。因为我觉得睡觉起来违禁都在偷拍我，所以我会觉得有点愤怒。好，发出一点小声音，他就会马上醒。好好。不能有任何干扰就对了。好，你想要几岁的时候结婚？二十八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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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现在几岁？我现在年底23。他还有五年呢，还有五年，粉丝要哭哭了。二十八，哎，那是希望啊，那不知道到底会不会？OK。然后问一下，请问一下，最喜欢吃的什么口味的便当？鸡排。你喜欢吃鸡排？鸡排口味，鸡排口味 ，OK。鸡肉。第九题，请问一下，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？医生。小时候的梦想是医生。对。那后来小时候我的头比较聪明。你觉得成员里面谁最适合当老婆？觉得他最会管事情，管东管西的。伟静吧。对啊，因为他很 nice 啊。很 nice。对啊，就是我们怎么骂他怎么。所以你是怕老婆很凶？你是怕老婆很凶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他很 nice， 就是什么都 OK。好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请问一下，昨天几点回家？12点。十二点哦，算正常。去干嘛？可以接受小几岁或者是大几岁的女朋友？正负？正一可以，负正一负一，正一负一。对。哦，所以其实不能差别太大。对。所以不会发生老少恋问题。不会，不会。好，接下来下一题，请问一下，有近视吗？没有，没有近视，那就不能问这一题了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题，其实也没有最后一题了，表现得非常好，掌声鼓励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榜上榜的特别计划，我们的 Hido 流行音乐奖的幕后直击，在这边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，大成功，谢谢 Special。Yeah! My nights are never lonely. You got me falling for you like I'm missing you, girl.